夫妻创业吵不休，计较成本，为钱冷战。开店钱是不是都他管？我不敢给他管。韩币啊，我总是会看错，算几百万，其实换算起来台币大概是几万块，就汇款汇过去，汇了几十万给对方。我说你要把所有的单据通通给我，我们要做账。他认为我在找茬，家里的空气为之宁静。人家有没有煮饭给你吃？煮完都不出声音的，叫孩子来叫我吃饭。叫你那个爱计较的把他出来吃饭。小燕有约，与您准时相约。